们上集呢占领这个警察局呢，然后获得了一些资源哦，还有这台蓝宝基尼的警车，超帅对不对？它的车顶上面还可以改装，不过这次我没有改装它。我们看看这个警察局，哦，台湾国旗耶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。这个模组要感谢黑夜，他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制作。我看他贴图做得很细哦。哦，这个绿色的，这是我们社团的 logo。哦，不会吧？这次我们要去解救的人是 Michael， 原来他是警察啊。哦，警察的任务，依法维持公共秩序，保护社会安全。好帅哦！贴图做得很棒哦。哦，三个图是什么？禁止记录，禁止吸烟，禁止跳跃，是这样吗？是牢房的地方。那黄色警察是什么？签到表吗？OK， 这次这个介绍啊，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啦，我们先去解救这个 Michael 啊。Michael 来电说他靠近那个山区，靠近湖边的一个山区啊。Michael 说，靠近这个湖边的山区啊，对，这个超大的湖，这边一个小岛，那个小岛上面有，算是他的家吧，在那边住了很久这样子，然后要一路开过去，哦，好远哦。不过我相信蓝宝基尼一下就可以到了吧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性能怎么样好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去便利商店先收集一些吃的东西好了。到了，这次希望没有 bug。上次那个门居然打不开，哎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太好了，东西拿一拿吧。哎，东西满了，是我刚刚看它没有满啊。我先吃一下东西好了。
我们已经成功抵达这个麦克指定的地区了，但是这边其实有点荒废啊。他那座桥看起来像是断裂似的，应该在附近。这个地方真的很荒废啊！啊！发现 Michael 了，在那个凉亭那边，老神在在的等着我们过去啊。地方过得还蛮惬意的，完全没有丧尸啊。不过呢，既然他求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解救他一下。从这个地方到我们的警察局有点路哎。不过可以怎么走啊？走原路回去的话，可能会有点困难啊。因为开始有了丧尸，等一下为什么有灯啊？我是应该把灯关掉，这样应该比较正常一点，对嘛？等一下有丧尸要过来在，那个打不到啦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好，我们要先解救 Michael， 送他回去我们的警察局。应该是要从这个小路过去了吧？看起来是这样。可以下来吗？你们 ？Michael 嘞？从另外一边 ，Good。好，我们从小路回去。那我们可能会修一下车子。丧尸。哦，要天黑，要天黑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Go go go！ 这跟爬山一样，这好累哦。跟上吗？快快快！我们快到这个马路边了。马路边可能要修复一台车子，才可以逃离这个区域啊。体力又上升了，哦，好多丧尸，这应该有二十几个吧？哇，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，哦，下面都丧尸啦！好，我们赶快过去，先把丧尸清掉。我们可能要这边，哦，这边丧尸好多。我清一下，清一下。
装子弹。丧尸也太多了吧！顺便捡一下东西好了。这里有没有东西啊？真穷哎！哎，小心啊！你把它撞开了。掩护我一下，修这台车。保护一下。哎，修好，修好，修好。哎，上车，上车。没有，一路的开回去原本的警察局了。啊，真的有点距离哦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OK，OK、OK, OK。Hey, fuck, are you alive? Damn. 这个时候应该没有音乐吧？怪了。这个 Michael， 比这个宗旨也太那个了吧？沿路比。有必要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不错、喔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快到这个基地了，但是我油好像快没了。好，我们先步行回去吧。步行一下啊。Out of bullets. Go go go！跟上跟上，哎、欸，这个进去，这是到哪边的、啊？下次再研究。我、哦、这边没有什么僵尸，还好啊，对不对？快快快快快，快到家了，快点快点！哦，碎碎碎，就在前面而已啊，很近。欸、为什么那个 police department 是蓝色的、啊？是我错觉吗？Michael， 恭喜你到家了，进去看一下，进来看一下，哇，好黑呀、啊，黑麻麻一片的，加一点火把，亮一点好了。好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对，这个地区我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些防卫，先把这个门锁起来。锁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有有有，门锁起来了。这样子丧尸应该不会穿过吧？看一下，目前是没有看到丧尸啊。保险起见的话，再加装一些东西好了。Flashlight， 哦，是手电筒。OK， 我们有一个武器箱子，我把它放在门口好了，可以装武器用的。然后可以看看还可以做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再做一个帐篷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用跟我挤在一起了。好了，这是你们睡的地方。那我睡的地方在哪边啊？看一下。不对，那个是我的帐篷，你们就随便找地方睡吧。我睡这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OK， 等一下啊，走开啊你！OK， 我们先把这个捡起来，然后我们看看，顺便搜刮一些空投物资吧。OK， 应该是 OK 吧？呀，我忘记帮你开门了。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所以这次 Michael 经过一夜之后呢，决定留在家里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天上车，我要先去。找这个空投物资的地方啊，Michael 还是决定跟上了。现在放音乐了。Okay， 我看一下这个物资啊，蛮近的哦，这个区域啊，去找一下。快到了吧？那是在哦，在上面啊。那上面怎么去啊？哦，听到枪声了。该不会说哦？哦，在这边啊。来来来来，准备战斗了哦！准备战斗哦！枪不够力啊！哦，炸掉了！哦，哦，这台车要爆了 ！Michael， 要跟你啊！我中弹了，没地方可以躲啊！躲在这，躲在这。是哪边啊？绕过去打。哦，碎，碎碎碎，东西好多啊！哦，帅哦！可是这怎么拿啊？啊，上次过来，上次过来，守一下，守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先把这个箱子放地上，这应该可以收纳东西吧之类的。先清一下丧尸。哎、欸，靠近箱子太近了，难怪举不起来。哦，都会举。再放一些东西吧 ，sniper rifle， pistol，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的？哇、哦，大丰收哎、欸！
我看看什么 ，pistol， 这个手枪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哦，东西好多哦 ，Michael， 感谢你的帮忙。我们开这台车回去。等一下，旁边有丧尸啊！哎，回去的路上遇到一些丧尸。把它清掉。哎、欸，后面有追兵哦、喔！应该清掉了吧？你插一枪。哦，东西好多哦！啊，既然这样子，顺便清清东西吧。我先把东西装装，顺便东西捡捡。哇，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继续拿。好，把箱子收起来。哎、欸，还有一把枪啊！拿这把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给你啊？对嘛，真的帅。好，我们看那台红色的车子啊，刚才那台车被打坏了。Come on！ 啊，发不动了。啊，把它修好才行，可是没有东西可以修啊。啊，看来要先将就一下那台烂车，然后后面还有追兵呢、啊。等一下，它冒烟吗？是不是冒烟啊？不会吧，它坏掉了，不能开哎。从这边跑回去还一段路哦。哦，有敌人过来了。哇，我先标回去的地图，然后遇到他们的话就开打吧。丧尸，丧尸，丧尸。这台车可以修好它吧？哎、欸，它没有冒烟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可以开吗？不行啊，它不能开啦！糟糕，那这样子，看一下可不可以修车啊？不行，啊，真惨！好吧，那我们就努力的跑回去吧。等一下，他们好像很近欸，这里可以射到，敌人好像过来了，一个走山路的样子，走走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其实也不用，等他过来吧。既然他都要开过来了，啊，过来吧，我等你的车。
他们遭受到攻击啊。是这台车吧？哦，跑出来是谁啊？出来出来出来，等你哦。他挂了，补他一枪，避免他尸变了，对不对？走走走，一回来就被丧尸围殴。那我觉得这一集呢，先到这边好了。那我可能再把这个基地呢改装的更完善一点。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